真的，我怀疑他在骗我，他老让我给他按头，我年纪那么小，他又让我用很大的力量去按他的头，头上的事太多了，对吗？我给他按，早上好。对呀、啊，现在我也开始头疼了。可是我没有压榨的对象，我小时候真的，我妈天天让我给她按头，我心里可难受了。谢谢小王你送的巧克力。晚上好。我不知道，我就是疼着我往墙上磕，所以我才就是很喜欢，就是按摩，就是去按头。别大惊小怪的。给我揉头啊？真的吗？天天。我们一张卧室就又不是骨折。神经紧张就没。真的吗？是吧？还好吧。我也是后来就是谢谢皇家猫粮，谢谢麦包，谢谢小波比说66个荧光棒，谢谢。那个鞋子用不了了，我已经丢掉了。那个鞋子上面全是血，我给它丢掉了。破个皮不知道为什么流这么多血，还没有伤到里面。从小跟我妈按的他，谢谢来做巧克力。但是我吃那个啥好了一些，安神补脑液，我当时。不是脑瓜子嗡嗡的，有时候是这边抽的疼。不是新鞋，我拉票的时候还穿那个鞋子呢。什么揉头啊？那叫谢谢阿斌送的荧光棒。我拉票的时候呢，我没有发现我穿的那个从早上走到晚上，然后我就是去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从公园走了半个小时的路，然后到吃饭的地方，然后低头一看，什么怎么脚后跟上面全是血，把我吓到了。妈妈。但是我竟然一点感觉不到痛，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我没跳，但是我等下去练舞，等我再试一下吧。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腿上面还长了一个包，然后还挺肿的，不知道为什么。谢谢欧林送的荧光棒。我刚才呀，米高你在干什么？腿上。我身体上是身体上的毛病，心里可好。我用了那个抽冰茶碘伏，听不认识那个字。真对，今天那反正就是哎。谢养乐多送巧克力，谢一只羊送巧克力。明天我们还有店员，明天还早上起来化妆。什么呀？我这没换衣服呀。狗顺毛，你要把你家狗弄过来，让我给你家狗。你干嘛？你说上厕所。我可以我有、就是、看不到原片，胶片是等两天才看得到的，还是要早起。我跟你们说了，那是我前几天拍的，我只是没有发出来而已。新麦包送的玫瑰花，谢谢夏一送的吗？没有去弄它。你家狗顺毛？你们休假，我们上班的。不是毛细，谢谢小红龙送的巧克力，应该拍的好看吧？今天人该他们，我觉得明天后天人该更多。今天人也挺多的，这也不就送的巧克力。头的话，可以呀。我自己的头发都梳不开了，我平时都梳不开我的头发，我头发太厚了。一般的梳子它只能怎么可能都马上樱花都要过了，怎么可能没有开呀？再不去樱花都没有了。我今天见到绿色的樱花，好呀，明天店员见呀。这公园的樱花真的比我之前去鹿舞看到的樱花还要漂亮，还要粉，还要多。好几次就是做头发的时候，姐姐说我头发都梳不开，然后她说我头发太厚了。什么时候出根？过段时间吧。刚梳一样的。对，我就是等四点后买的票。不是什么肉夹馍规则，但是我不知道啊，不能进去闻呀。我们拍照都是躲着拍的，现在他有保安在那里，也不让。要排队排，不让排就不让拍，因为不能踩草坪。但然后我们就等保安走了再进去，一堆人都今天拍照，我们在那里涌上去，反正就是挺不容易的，在那里挤来挤去。对，是我知道他是开心。谢谢姑姑送的玫瑰花。你是不是口水直流？插进去了。为什么觉得很社死？就是比如就是今天可能哎，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往那里一站。就是，然后大家就开始围上来，还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他们拿着，他们现在扛着摄像机，他们就开始拍我。然后后面有个老爷爷，他过来，他说他给我掏出来一个什么什么工作证，一个什么摄影协会证明。然后他给我说。说你我可以给你拍几张吗？然后我就想了，人家拍一下不容易，我就说那好吧，拍几张吧。然后。
拍着拍着，他就说：“啊，你往那边跑一下，你往这边跑一下。”然后折腾了一会儿，才去拍我们自己的照片。你们一起去看兵马俑，你看过那个？我看他说，我都没有看过兵马俑。因为我反正就是拍的时候，你必须得克服恐惧。我今天算是克服了吧。我这飘就是你必须得笑得很开心，或者是做出一些可爱的动作。谢谢小猪送的荧光棒。然后旁边就一堆人拿手机还有摄像机拍你。他说他到时候发给我，但是我没加他微信，我要摄影私加他的微信了。谢谢姑姑送的巧克力。然后拍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女生，两个妈妈就说：“这谁家的小孩这么可爱？”因为我出来玩的呢。经过抖音上，你说错了，有一个粉丝他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在抖音上看到。谢谢虚我送的玫瑰花。你埋在沙子里，我喜欢呀。谢谢虚我送的玫瑰花呀。埋在沙子里，没事好呀。没看过升旗呀，我也没有看过。晚上好。我觉得路人返图应该看不到，他们拍了也不知道发哪。你说讲道理。谢谢六七彩的奶茶，谢谢一只羊送的巧克力。您不去外滩吗？我去过外滩，我觉得好繁华呀，因为晚上的天好多都是金色的，就是那种。然后我们有一就是这个园区里面有一处有几棵树樱花开得特别茂盛，大家挤在那里拍，谢我们送巧克力。然后我好不容易别人走了之后，我们挤进去拍的时候，然后就是我突然拍到一半，我发现我旁边没有人挤我了，他们全部站在了我的对面，他们全部站就是好像是把我围出了一个圈一样。那个是我最社恐的时候，谢我送玫瑰花，就是他们以为我是模特或者怎样正在拍照，他们都不拍了，他们都走了，他们走到这旁边围观，然后我就很尴尬，然后就姐姐她就拿相机拍我，然后我走了之后，那你才人挤人，我都已经非常，我觉得我非常的尴尬这一天。我按摩手法可好了，我在给我妈就是按从小就感真的很像漫展，你走在那里拍的时候，就会突然就有一堆人上来围着你。你知道为什么我掰手腕受不了吗？然后胶片子帮我压榨我们的案头，还要用可大可大的劲儿给他按。完了我什么叫模特？模特又不只是高的，你这就不太一肤浅。没有啊。大伯就陕西苹果最好，国礼是不是弱？我也不知道。我看那里还有划船呢，但是要是主要是今天时间太晚了，不然我也想去划船。有啊，有很多穿 JK 啊，还有穿婚纱的，穿古装的，穿洛丽塔的小姐姐全都在。可能我全身都比较粉吧。你不喜欢吃苹果，我也不喜欢吃苹果。谢谢一轩送巧克力。我好多粉丝知道。下得去啊。小时候就是，我爸他好像就是那个地方好，我觉得那里挺好，挺有生，就是我在我中心这附近生活久了，我以为北京就是这样子的。谢谢普通小学生们，然后去了那里才知道什么叫做北京市区。我闻到我那会吃苹果时闻到苹果那个味儿，我都受不了了。很有生活气息，那里有很多学校。我们今天逛，路过了什么工商大学啊，什么机关幼儿园这些，然后。他们就放假了，他们都穿校服。哎，我也喜欢吃香蕉呀，我喜欢吃。还有什么师范学校呀？对面是我可以喜欢。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像是在我家里家那边的，下边说没的话，像是在我家那边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到了生活的气息。没有，就是在这里总感觉很疲惫，或者是感觉很压抑，在那里感觉挺好的。我就觉得如果我要是离那里近的话，我觉得我每周都可以去玩一次那个公园，但是太远了，今天还很堵，差不多坐了两个小时车才回来，过去差不多也坐了一个多小时。我叫爸啥？我叫我爸叫爸呀，叫啥叫爸。中心附近都没有公园，沙谷好像是靠中心附近也没有地铁。哈哈，香蕉和桃我喜欢，但是我不喜欢洗桃。面的苹果，我面的也不吃，脆的也不吃，只要是苹果我都不喜欢吃。我挺喜欢那里的，
我们后面我们然后去吃了串串，我们去吃了马路边边，哇，不会坐公交，我不知道公交哪一站下呀，主要是你洗了给我吃。你看你朋友就吐，那我就是感觉像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比较多，写写是十六。晚上好。就是，反正就是那种，哎，反正不一样的感觉。哎，刷毛。我查地都很困难了，还不如坐地铁呢。说实话。所以我就觉得很麻烦。我也觉得我太不正常了。结果摆盘后更有食欲。没钱。我不知道啊，我没坐，我自从去年十月份去环球影城坐过一次地铁之后，再也没坐。下次去完就划船去了。再过几天真的很暖了，就是就回暖了，就可以穿短袖出去玩了。你说的是硬桃子，他说的是软桃子。刷毛的桃子是软桃子，这皮是揭可以揭掉的。因为北京很热，我喜欢吃软桃子。后面毛绒衣服都脱下了，穿短袖都觉得热。谢谢小豪先生，你好，可以。我买的是电子版的，没有实体门票。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他们今天去划船了，我今天没有去划船。那个园区里面还卖很多樱花的东西。我没吃过的东西太多了。卖什么？哎，我觉得我吃啥都行。什么来着？什么汽水？我还带了个汽水回来。还有冰淇淋，但我没有买，真的是樱花味的。完了，我今天在车上睡觉，脖子扭到。啊，我今天吃黄河罐头，黄河罐头就是桃子跟糖水蒸的，好心理安慰。这还好。那等你们生病了，我给你们。我是用碘伏弄了，然后就没有了。看，但是我没有喝。我不知道好不好喝，我就拿来拍照用的，什么老广州风味汽水。没事就吃点柠檬。不喝之后感觉罐头好难吃啊！你家的罐头是老是橘子的那种。没喝呀。黄河罐头。都说了没喝了。对，但是自己现在不想喝。你再也觉得难吃？我之前小时候吃罐头很难吃啊。鞋是好久的了，去年拉票的时候买的了。你不怕你肚子里面长一棵葡萄树吗？冷的。不过那公园真的很好玩，很好逛，主要是天气好，天气好干什么就心情好一点，天气不好心情就不好。我就喜欢吃软的，毛料石榴。你喜欢喝石榴汁不喜欢吃？我也震惊到，我也没想到会流那么多血。我觉得麻烦的不行。我们就我黄燕琪还有王丹妮，我请他们吃了饭。这叫姑娘吗？软子是不行，我吃的东西里面有什么都不行，因为我吃西瓜。你们清明节也放假了？白白的软的籽，我都一颗一颗的挑出来，我还不如吃有籽的西瓜。没有，现在没留了。吃了会很难受。我跟黄燕琪换了一段时间的鞋，她穿我那鞋很搞笑。你想是黄色的鞋，那个是打瓜，那个是专门生产籽的，那个籽很大。那个是就是你吃过那种瓜子吗？就西瓜籽，它那种黄色的西瓜成的籽，它我感觉不到头，但刚才消完毒之后挺疼的。黄果可以吃下去，你也不吐籽，那你跟我妈一样。那还好。我都扔了，那鞋下面全是血，我跟你说不清楚的，还以为我还以为我伤到骨头呢，结果我一看就是掉了一块皮。它的那种瓜里面的籽比较多，籽比较大，羡慕去机场。我今天竟然走了10000多步。叫妈，妈我饿了。招。这梨子啥时候？但我今天走路没感受到，有点恐怖。火龙果不吐籽。我今天哎，那只是吃的好吗？没有感觉。但是我是末尾的双鱼，双鱼最后面的双鱼靠近白羊了。袜子都粘上了，雪姬。谢谢，小白道。啊，那还是很恐怖的。我真的，我希望我明天能够跳，应该能跳吧。等我去练舞试一下。我是后面的双鱼，所以我才刚刚过来。下次不穿这种磨脚的鞋子了。
粉丝是龙吟草莓吗？没听过呀，那什么东西啊？会写星座？不是，是末尾。我不饿，我刚刚吃了面包。反正一次性的。羊奶不回什么呀？你们怎么吃那么多？你们什么都知道？我生日是3月17号。我过生日那天，你们来了，看我做了3个蛋糕。那你都看我做了3个蛋糕，都不愿意送我一个蛋糕。研究星座浪费时间，你不用研究啊。但是还不是准不准的东西，我一直都不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多靠谱。但是你知道，就是有一种东西就是可以规劝你，比如说我最近确实就是挺暴躁挺什么的，然后你看了那个来晚了。对呀、啊，我昨天买了一堆零食，这种发夹。我没给他吃一口，我都不知道他来了，他进来我又买了个这个，一下就跑了，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我后来他说我都不知道他来了，你知道吗？对，他说他只是把东西放上就跑了。我还有更逼真的呢，这只是区区的一个小薯片。只有那个王思义跟我说，我不知道他东西一放就跑了，我根本都不知道他来过。而且当时他们把灯关了，我都不知道有几个人来了。然后后来做的人物，灯开了之后的人我都记得。而当时我刚刚哭完，眼睛模糊的不行。封面是啥呀？哦，封面是我照片。薯片。哎呀，你是3个人的电影。哎，我刚刚说哪了？你们把我一打断，我不知道说什么了。他可不喜欢我啊！谢彼得送的奶茶，谢小鱼送的茶叶。你问他喜欢谁？他这个人我都不想说。谢小黄鸡，没关系。谢日落送的荧光棒，谢梦回大堂送的巧克力。你看，对，公园的雪糕是樱花的，但是我没买。奥良的呀，我喜欢奥良的。你听过吗？我没有听过。你要点歌吗？王浩，你要点歌吗？你要点歌的话，我可以帮你放呀。嗯，虽然我现在我早都发微博了。你想听吗？你要点歌吗？期待你的惊喜。谢烤鱼送的巧克力，是假的。一个骗人的。谢谢六七彩，谢谢黄家万送巧克力，谢谢。不是出名不出名，我是说他想点歌。暂时不用，你个干。谢谢你经常送巧克力，谢梦送荧光棒。还没想好点夜宵。应该不会点，最近没钱了。只是想把存着的照片发出去而已。看着总有点奇怪。对，应该要发工资。不是红血丝，是双眼皮儿这儿。当然了，自己拍的肯定好看。不是，有一点，就是不知道到时候胶片修出来好不好看。不是麦粒肿，是这个双眼皮，它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它现在变成这样子，就是往下勾了。我昨晚在那里翻我学校的照片，好多的回忆呢。我有四层双眼皮。大概。大爷拍的，我都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给我。狠狠的把六六伤害了。伤害什么呀？这歌叫《从前说》。我说，他们说郭晓莹出道的时候喜欢你，我就狠狠的把六六伤害了。这什么？我倒无所谓，我倒没觉得有什么。每次听到都会带入，分给你一次。还有2周就什么呀？谢谢啊。啊，你也喜欢呀？晚上好。从前说，听着挺舒适的一首歌。对，生日公演，人脸识别找我，然后发现找到了不是我。哎，不爱也好吧，细嗓都喜欢。哈，晚上好呀。我其实我从小也是个细嗓，我小时候声音可尖了，可好听了，但是我后来特别喜欢喊，然后怎么找到黄飞？家老是没人嘛，我也不知道我妈去哪了，我就会到处乱喊，我
嚼一口，但是你知道我就很傻，我就谢谢小黄鸡送的巧克力，很傻，我就很大声的就到处骂。现在去拍照了，所以是这样子的。没有人知道我在叫谁。然后这个这裙子挺方便睡觉的。我生气了，我就开始叫我妈的名字，我就很大声叫完，就叫我妈的名字，但是还是叫不回来。然后我就喊，把我喊哑了。所以刚开始，头发有点炸吗？都等好多了，我喝那个。对，我的生日过年马上要到了。退一步别想着。又马上要到了呢。这差一天都没有了，怎么可能好了？慢慢来嘛。没有，今天没有小吃，想买吃的都没有，就一堆樱花味的东西，还有什么哈根达斯。你有做为我做什么吗？你不配。嗯，那天我们去了石宝街，一个地下的。地下的商场吃了串串，我说我没有碰水，我说愚人节是这样子的吗？这样玩的吗？我说好呀好呀，找后跟生日没有痛感，原来是这样，如果这出现在手上的话估计很痛了，或者膝盖吧。满意了吗？具体应该是4月17，417。很好，这句话是以玩笑的方式说出来的。我不想下去买了。谢谢白行的一个话。我本来想配一个好听的文案的。三根。后面我实在是没有心情配一个好看的文案，我等会再改一个文案吧。这个文案确实有点土。只要去生日公园啊！今天晚上得一个吧，舒服了。谢谢闪闪闪的荧光棒，谢谢 sky 的荧光棒。你这也太干了！谢谢你的荧光棒。我一般都是去知乎上面找文案的。嗯。可以，哦，忘了。你举报了，谢谢严子的荧光棒。你们不用举报，我其实什么小骨头？可能不，我上次咨询了，根本都没有人回我，所以我后面就自己找了。喜欢我呀，什么的，我觉得理解。只有几个人回我。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是线下期都不知道来现场期。恶心的话，现在对这种爱，我爱你啊，你愿意跟我谈恋爱吗？这种我都觉得挺正常的。哎呀，好臭啊！米高，你干嘛了？他上厕所了。谢小梅送巧克力。我没有每条的，我只是几乎搜亏欠你们。那是上上一次，我说的是上一次。因为最近确实。那文案不都是查重力吗？难不还自己想吗？谁自己想文案呀？发个照片，主要看照片好吧？又不是看看文案。亏欠，对啊，感觉好久没有回复了。你怎么就不想和小仙谈恋爱呢？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今天吓到你了？为什么？让我亏欠，因为我好久为什么这么暗？哦，有时候。你太忙了就没有回了，然后最近一直就自己状态不太对就没有回嘛。你第一次看到我之前每天都在回复，每一个人连早都回复。不，嗯，我倒再去想吧。但我发现在抖音上发图文都没有流量，我抖音上也把这个照片发出，但我没有发视频，发的是图文方式，看的人就比较少一点。那过一段时间还是要回的，有空我还是会回的。嗯，明天，哎呀，我其实明天不想去。想会动，我就是看这件图文，然后再上去的。口袋翻牌想看第一。没事，先发吧，发了后面再说。我的手还做刺绣呢，我做了那么多刺绣。针扎了那么多次我哦，这六六，我觉得挺有啊。我看这组照片，它都10多万赞啊，所以我才会拍的。感觉瘦白米糕，
那个这次就谢谢阿飞送的巧克力，毕竟手工的东西。对，我觉得还是看运气吧。对啊，我去年直播是全团第一，但是那个戴王并没有给我什么奖励。我也是发微博了，他之前经常看我直播的，后来我有一次我跟他说，我说我今年直播第一有没有什么奖励，他说他去给我问问，后来人都没了。换你的，你的爱像尘埃，我的爱像尘埃，是我的。自己没有坐车，只去吃到串串。人间月，我就喜欢我的粉红色被子，你不要挑刺。就喜欢粉红色被子。我的全都粉红色。我现在去买一个丝绸的被子，等一下。我以为你说我这是阴间的，你需要小心。不需要，你买机器人。一个都不回，觉得也很正常。没有啊，我今天拍完樱花之后我就不会再拍了。下次就是拍那个，我在拍日系的那种地铁站那种感觉。之前也是挺粉色，你看这不是粉红色的吗？领子是白色的而已。就是留言都回复。我要拍太阳花向日葵。就变得好，所以就习惯了后来。哎、照片只加滤镜吧。你说是哪个照片？你说我这照片吗？肯定是 P 了的呀。跟我说了一下。那不然我还能给你黑着直播吗？因为我那个时候没什么粉丝。拍油菜花。阴间雨。等我再过段时间再去，等我下个月再去拍点其他的。等我先看我这个片出来怎么样，再去拍其他的。提到我就是努力，我不要。我有太多的东西值得被你看到，而不是努力。你刚开始就因为我回了你。仙女花是什么？对，我想去向日葵花田，就是那种高到看高到我藏在里面的那种。好想。我今天专门发的就是粉粉的妆容。拍点男一封不要。写真就要少女写真，因为今天樱花开得很密。OK， 我油菜花田，农作物是天赋，有这种超过头的。入坑是因为送荧光，你都送荧光棒了，我都不念你 ID， 那我是啥呀？他们说再过一段时间海棠花都要开了。你都送礼物了，哎呦！我会按摩和刺绣，我按摩手法可好了。人多，我们都是挑角度，挑没有人的地方看。我怎么可能没见过油菜花田？啊、回老家的时候全是油菜花田。也不是没，北京反正是没有。棉花田里面不是白色棉花呀，长得又不是白色棉花。还挺激动的。对，就觉得海棠花太白了，所以今天去拍樱花了。本来摄影姐姐还想让我拍海棠花呢，我说我想拍粉色的樱花。我也是。现在才有一些偶像的感觉。什么？你现在你刚刚还说的不想。我不知道啊，油菜花只要是油菜花就是就知道取油的呀。我觉得，只要是在田里面都会有油菜花吧。编一个，对，光环。香山太远了。我也是最近才就是觉得自己有点想拍。没拍，我不知道拍不拍银色樱花，但是很多樱花其实开的好的都不让进去拍了。我也没吃过，你可以试试。我也不知道，我没机会。刘六梅，我吃的也不多，你可以多买一个试一试。你多自信，你能说出这种话？对啊，但是我又不在日本，我怎么可以去日本拍高中生回家？那是啥？不过今天的北京的院台挺有那种感觉的，本来有一条街道感觉还不错，就是人太多了，又劈不掉人。薰衣草，我知道丽江有薰衣草田，那里还可以骑马。但是我知道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是啊，你一个送了都不信。好，安吉斯，你想耗子这套？那可能你想起来了，
虽然说你说是人间月，但是我听着有点。我为什么不能 P 图呀？为什么？那 P 图犯法吗？我就喜欢 P 图，怎么样？谁跟你说北京疯了？那你觉得我现在有意识了吗？人间月。封面等过几天吧，这几天发的照片太多了，发多了不太好。六六美都不管饱。是以前，是吗？我是以前有这种感觉，我现在选粉色一点点，我现在感觉，因为我恍慌的时候都在散步，根本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偶像呀，因为走在路上也不会。我不要，我不喜欢六六美，还不如肉。我自己就下班了，就跟我说是那个只适合闲暇的时候吃，当饭吃的话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我支持你，你加油。他绿色樱花都上热搜了呢。如果是你的梦想的话，我尊重，加油。我拜托，离我拍照连20个小时都没有。你问我脚好没有？请问我是神仙吗？请问我有那种满一十秒钟让皮肤愈合的药吗？你有的话，你可以送给我吗？放下，不好意思，现在都给你当的案例了。你在乎些不些礼物，但得把你当空气。怎么可能把你当空气？我在广州拍过樱花呀，红色的，很难。也是这个时间段，我去找李曼飞拍的樱花。那个是那个公园也挺好看的，也很多人拍照。都是没颜色和紫色的，哪有？谢块黄色的巧克力，打一趴。晚上好。男去看我和服对，其实我挺想穿和服再拍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穿和服拍不太好，就不敢去穿和服拍了。因为踢了之后就没劲。哦，但是因为我当时比如说单纯觉得很好看衣服。你这版本看的大家都一样。没有拍个向日葵的照片。我有点烦了，烦是什么意思？我去年。不用担心这么多的。说我有饭头吗？我都不知道。哦，有，那个时候有饭头，红了。谢谢大飞姐姐的今天奶茶。没有没有，去年虽然有饭头，我又不是傻子。但是我的饭头，他好像遇到事情了，然后当时总选的时候还联系。我也喜欢樱花，我的这个发誓，它其实也是樱花的。出来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它就没了，它就消失了。400块钱是前年的事情。以前推他带他的呗。那你就那个时候你就应该换一个超级显眼的气泡，真好。我再怎么换头像设置点一下，应该没有卷钱跑，但是他联系不上了。你那三件干什么？我脖子好痛。嗯，边拍边吃瓜子。头像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我又没拍过，我怎么知道？但是后来就是不让提了吗？不让说因此不好，就是说对我不好，我就没有说过了。其实我听到时候，我真的那个很难过。啊、我说为什么不是一套的，是我自己搭配的。我还有很多个粉色的发饰，我想买点新的了。然后这种事情，不是爱吧？我觉得可能是习惯了粉色，买什么东西。不由自主就买成了粉丝。我不觉得就是卷钱跑不跑什么的，但是很令人伤心的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不敢摘。我今天拿樱花都是从地上拿的，我都不是从树上摘的。我不会觉得就是，你看，我就怕这样。我其实不想说的。我就是怕，就是这种事情说了之后，然后粉丝就不愿意集资了。我因为粉丝是我的那个原色啊，所以我不愿意说。很配吧？也许等哪天就不想穿粉色了，就变成黑白灰了。要橘子啊，橘子，很不想说这种事情。嗯，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喜欢我的粉丝。也不知道自己能幼稚到什么时候。
大家现在都变得成熟起来了，他们这样子。我刚入团的时候，陈真每天都穿卡通 T 恤上课呢。现在他把那些衣服全都收起来了，把衣服给了我，然后周香也收起来了好多洛丽塔呀这些小裙子。黄轩琪也不穿可爱的衣服，难过啊！哦，信任，还有只有我从跟我3年前到现在一点都没变。给其他小伙伴说啊，是吗？嗯，明天过什么节？感觉可爱多。纯纯大眼，不太信任。那是啥嘛？怎么就是当练习室里面16个人只有我一身粉的时候注意到的？问题的，我觉得他人很好。旺仔福，你好尬呀！你有病呀！你跟我说想点开心的，明天过节了，明天过清明节了。我想穿我喜欢的衣服，我觉得好看，我都穿，不管是什么风格，帅气或者可爱都穿。你刚为什么每次拉完屎都喜欢在我身上蹭一蹭呀？哦，明天有公演。去年明明剪过一段时间短发，结果还是理发粉。剪短发的时候是真的不喜欢粉色，剪短发的时候连粉色的东西都不想考虑，天天都穿，但是也没穿怎么穿黑白色，穿的都是绿色、蓝色、黄色。嗯，另一个跑去哪里了？就是开心。哎呀，我也喜欢粉色啊！别说的这么难，很我不好。嗯，只是我现在打扮比较可爱而已。他如此的伤害了我，还是不希望你们用这种。只是有刘海，有双马尾，所以是。我以后小心了，这是白姐姐的。不可以。我说谢谢你啊。没想。哦，那早点睡啊，晚安。这是粉色，这不是白色。时间太紧张了，我还有握手，握完手才有一点点紧。谢谢大地送的奶茶。我今天12点下。是四川的。我没有橙色衣服，啊、我一件橙色的衣服都没有。橙色不适合我。后天可以。失望了。你失望了吗？成熟一点，还没有打扮过呢。你把你的3000一块卷回来。你这样说的话好难过呀，因为人长大了呀。谢谢佳怡的那个话。也真是你要是长得很成熟，你还真的装的天天扎个双马尾啊，感觉自己很可爱的样子，那看也看不习惯呀。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想穿的衣服。哎、其实那都不惨，那个没有暗示了。我知道，你知道吗？他们当时6日饭头把。小埋的抗素是蓝色。哦，你是说是之前的那个女粉丝是吗？她不饭盒了吗？怪不得她很久都没看过我了。哦，她都没跟我说过她当饭头，她只是蓝色管，然后她就在帮忙。哦，我以为你说的是薛小板。没事，我也说薛小板，不是很严重。我觉得医生我不挑好坏的，不是很严重的病，我觉得普通的医生也可以看的。怎么看病还挑医生呢？有半个月了，一直拖拖拉拉的感觉，感觉呼吸道感染了。一直都很疼，然后还咳，再不看的话要疼死了。本专科的医生比较好，其实都我忘了，我也不知道，可能穿的时候大家也没有看出来而已。可是明天没有时间呀。对，我唱歌还行，但是我嗓子特别疼。你好好考试呀，考好了再说。对，后天有空。余华，我挺喜欢余华的。明天握手会结束就只有2个小时，那个啥，光知道我们有橙色呀，出血就得那个给一个水果，等1个小时先。阑尾炎住院，我知道曲奇饼他住院了。
这也太过分了。对，两个小时不，你化验血你都得一个小时，还要来回。我有紫色的衣服。好，第七天，余华，那活着我也看过，余华说话很好玩，我看过他采访。明天不是线下，明天是云公演。好热呀！明明空调关了，好热。念，我上次去急诊，他先抽血，你刚先核酸啥的，因为我是嗓子。对，我们去玉渊潭了。还要做核酸。他做核酸。跳炫的衣服是粉色的，不然他不粉紫色，上面有黑色的那个。嗯，就我上次也是，应该是呼吸道感染，我经常呼吸道感染。我去医院就是急诊，他啥也不说，让我先去验血。然后我就验了血之后，我就坐在那等，等完了之后，然后打印那个单子去让医生看。林黛玉，我一下，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哦，林黛玉也是双鱼座，第一个送金星过生日的是我吧？但是你知道我上次做血常规做下来之后，他怎么会有人说我二十一岁啊？正常的，然后还是把我嘴掰开看了一下，说我有一点呼吸道。林黛玉是双鱼座的呀，是真的，你去搜吧。因为我挺喜欢看《红楼梦》的，我连他的星座我都不知道。哼，谢七吉啊送的玫瑰花。我前辈送的玫瑰。几点下？12点。十二岁，挺像的。化了妆也化了妆也是感觉都明明化了妆就应该感觉就是应该是成年人，因为学生一像12岁的都不会化妆的。每一次都是需要小小的巧克力，谢谢慈丽送的玫瑰花，谢谢其他送的玫瑰花。很少就是有不花钱的送。探春，好的晚安，你要睡了。最近好不一样了。谢谢七幺送的玫瑰花，今天眼睛没有上挑，我也想画牢一点，我打算去买一点那个大地色眼影的眼影盘，我全是粉色眼影盘。那个是线下的送的，过眼鸡腿那个是啥来着？是是那个线下的，对，7个人的那个，画的好成熟，哈哈。确实啊，有些比我还小，结果感觉比我大好几岁的样子。前期起码有个送的，但是线下的。现在不会乱画的，说不定等我哪天想开了，想不开了，我就摇身一变变成了，应该是毕竟我毕竟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脚可以转嫁了，不是上一次都已经价格都很便宜了吗？怎么明天又涨价？我现在是第五。好不、啊。不要。就是公演的。等哪天空了，来一个比较成熟的风格吧。就是我们会排那个公演。多变。240，好贵哦。哼。说的是店员，就是我妈妈化妆品还没我多呢。线上聊天，240也太贵了。有没有就是上次剩下的可以用吗？看不腻。没事好。来，变成社会人了？不会的。昨天翻了一些之前的照片了，觉得之前比现在还要色，还要成熟，反而不知道为什么。
最小没有啊，我现在不是最小的了。我看他们都把那些照片都扔了。我还捡了几个回来。我、哦、这次不是最要看的不也是鸡腿吗？那还不如脱鸡腿呢。你我以前的照片里也没多少啊。让小小给我知道小小给你过生日。谢谢沙丘送的奶茶，有比我小的呀。星梦卡，虽然是这样子。谢谢小黄鸡送的巧克力，还不如脱鸡腿。哦，盘里的比脱鸡腿便宜。就是太复杂了，我在这当小偶像我就觉得复杂。那、有时候出了一些活动啥，我都懒得看。哎，小一分钟也是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懒得看吗？有时候就比如说你就喜欢小的，没事，永远会有小的。我不会永远永远是小孩，也不但是永远会有人是小孩。我说肯定有人想懂的话会自己去看的。我又不投，我跟人研究啥呢？你知道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对呀、前年我马上就要成年了呢，有人问我说看我啥也不知道，谢谢你，还就是说我希望你们喜欢我是因为我人喜欢我，而不是因为我未成年喜欢我。我知道这干啥，又不是我投，我知道这干啥，我知道了能干啥。那你就喜欢呗。我是去年还前年有人问我的，有人说我呢，说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谢谢啊，不投你。谢谢啊，别人送的六零个棒。主要是我们那些打扰你，没催票什么嘛，尬得很。主要是看不懂，脑子有点问题。没关系啊，随便啊，随意。看不懂，我真的需要有一个人。你要出更的话，就说明你是还是不够喜欢我。啥都能看。那我也就不会再多的挽留。好厉害。抖音发的跟微博是一样的。我肯定是当不成粉丝的，我看不懂。发了。去看，你们也得研究研究。谢谢林嘉伦七点奶茶，我在那儿直播。发了，但是没什么好看的。个十百千万十万九十九万，那我是不是就要登顶了？九十九万。其实你跟我第一个情况啥都看不懂，一个情况我也看不懂。哦，那确实是。谢谢黄鸡送荧光棒，谢谢徐哥家送的玫瑰花。那确实不能。我今天不是刚发微博吗？啊。有全是图，你这样子骂，等会160好像欠个等会那些快乐粉丝过来骂你，我告诉你。那个谁欠我？我本来想着另外一首 BGM 的。小鱼儿好像是，他当时我直播的时候他说了，但是我别人说了我不能就是。微博主要是有原图，就是是。我一般都不会强迫的。所以我都不看快手评论区的，就随便看看，当乐子看了。没事，好事。人家都睡觉了，你还要 Q 人家？就冲你！这个发饰我都用了一年了，我去年用过这个发饰。无语了，看到我冷笑了吗？看到我嘲笑你的嘴角了吗？最后换了几百个哎，切哥。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微信发原图都不认识，就是用的比较经常，然后你笑的时候就会容易，就是视频还好，莫名其妙，容易就看出你是一个，就是耐克嘴一样的。我都忘了我的快手叫什么。我的嘴巴这里有个这个，就这个小括号嘛，就是因为我经常笑的时候，只有这个嘴角在。哦，今天是星期六。这边星期六下唇比上唇厚，这叫重感情。龙王下杠是什么？完了。私房钱。
因为我的左边嘴角，左右就我拍照的时候，很多照片。我们家是六号发工资。没有这么夸，没有这么夸张啊，但是确实。而且草莓包饭。对。我现在就有意识的在这样。我可能真的得到。因为你用力星期三才能休息，因为我习惯了，就这边用力，这边已经用力到就是，嗯，就是我微笑的时候，然后就准备我的深深公演吧，就这边时间也不多了，大一点，这边没有力气，因为最近感觉朝阳区没怎么新增病例了，很期待，等你回忆一下，你要回忆什么？基础不大，你能说的跟简历、啊？不，我星期我六号之前都有事呢。嗯、谢谢，我给大家送巧克力，想要送巧送荧光棒。但是我后来记到本子上了，我看看，我这个可能记得有一半哦、啊，我音乐会都有记录的。嗯。教起来又一遍稿，就是啊，还有报钢琴课，只能浅浅的，是排了一点，支持已经，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吧、嗯谢谢，但是想做的更好。我这几天又想了一个新的策划，到时候去我还得去实施一下。对，明天晚上才公演。其实能不能去沙城塔，这个我都没有想过，已经想好了。但是你只要支持我，我已经很开心了。现在那会儿刚失业，你自己可能为啥？时间真的不多了。当然要报应了，或者你告诉我。录制的不是。我才会。哎，算了，那个录制我改不了了，只能写成3月20号了。4月我没法再去重新拍，各方面都很困难。那也谢谢你啊，只要你愿意做给我。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啊，等我去练一下舞就知道了。那个群的链接。群哪有链接？有群，你们就当那一天看吧。对，我直播投的话，我有记录的，现在知道了。嗯，有休息时间的，会有的。没有特效，有的，怎么没有特效？送的时候会有小票。你开心就好。我没有创可贴啊，那这个也行。你就说的有哦，昨天在名创优品看到创可贴、哦，还在想要不要买一个囤着。直播头有，发现今天就用了。有个船，日常失业然后再就业吗？你知道我上次刷到了一个视频，他说虽然疫情这种情况下就是都是线上面试什么的，就建议就是说你去线上多面试一些问题，面试一些公司，然后你可以利用就是每家公司对你面试的时候，我不贴创可贴，一个就是问他有没有什么想法的，然后你就问他上一家，而且不用包，就是皮肤受伤了，我就消毒了之后，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就好了。知识是不是比直播投比例高？所有的机队票更多。应该是音乐会他们会去买，就是比较便宜，但是就是自己的话会更贵。你们听懂我刚刚说的了吗？我只买了消毒水，还有那个蝙蝠。咦，小猫咪，你怎么上来睡觉了？你这好可爱呀！然后你面试第一站的时候，就他问你一些问题，你可能回答不了，你就下一站问他，再带着什么问题，然后你就会获得很多的知识。这么怕？哦，那个有棉球，我买了棉球。你在干什么，猫猫？猫猫，你在干什么？袜子都是雪，把袜子都扔掉了。我之前也是就是面过很多公司嘛，但是我挺享受这个过程的，虽然就是我知道他，我就用了碘伏，就是他想睡觉，他今天估计刚刚没怎么睡觉。但是我都觉得就是有的公司小猫咪调戏我的思想、
因为我有面试过一些公司，就是他当时给我出一些活动策划，让我去做一些活动策划。你怎么还跳起来了？然后把活动策划做出来之后，他觉得很好。猫猫才可爱，你懂什么？我觉得他在剽窃我的思想。我就喜欢猫咪，我要跟猫咪永远待在一起。因为当时相信我的时候是可以的，已经就是去让我去，那是话都乱了，反正都已经就是。他是有尊严的时候，白嫖我的方案。我喜欢小狗吗？我不喜欢。我觉得我被骗了，我当时还觉得就是我们聊的好吧，还行吧。那看是哪一种。哦，我是很认真的，就是把我的思想就是告诉他了。小狗是只爱主人，还是只要是人都爱？怎么可能一天比一天少了？感觉他们很自来熟的样子。因为我没看过。你是哪种？也有可能我凉了。小狗是对好人都爱，小猫是只喜欢一个。我就喜欢猫。米高不会让别人抢主人的，米高看到别人都躲起来的。但确实很多人都没有来看我了呀，就是一时兴起。喜欢就是喜欢我。然后看了两天之后，必须喜欢。就得就那样吧，然后就走了。不专业，他们小猫咪。那天直播的人多，那就是我在人家心里不重要的，就是不配，因为我他在我这里睡觉，我给他吃。他叫人来听我唱歌吗？小仓鼠也是宠物啊。我挺想，但我觉得猫还有狗更通人性一点。我进你家门的时候，猫会扑上来。那我更上。猫猫会在门口等你。我没看，我明天后天去看了之后应该好。说的好像他很喜欢我一样。我感觉我好不了。倒也没有。你要不是被封里。一定要这么补刀我吗？很多人都被封了呀。很通人性。我觉得你们有时候一点人性都不通。你每个月改月子，我知道呀，因为前面有多少封里啊。我终于。你妈妈会睡觉。不是啊，就是他的，我比刚在门口欢迎我呀，对啊，我今天回来就欢迎我啊。疯了也能再找工作，网上嘛，现在都是线上工作。我说完这句话，你去看别人直播都有负罪感了，怕什么呀？摇尾巴，那是狗才会摇尾巴，猫是不会摇尾巴，不可以。强行被你拉下河，他喜欢哪个小姐姐呀？他喜欢哪个小姐？需要的时候才。就是欢迎我，我有好多好多个他蹭我的视频。女孩送皇冠，就最多做个一题。难怪。猫猫带猫猫，猫猫带呼噜猫猫。呀，猫猫伸懒腰代表什么呀？猫猫伸懒腰，代表爱我。耶，刚哦，三弟刚做了眼睛。呀，你还伸懒腰。猫猫直接在我的面前趴得很舒服，那肯定是有安全感啊。猫猫可是很谨慎的，猫猫可从来不会随便乱趴的，对不对？你看嘛。这是什么姿势？这什么姿势啊？那它可能也许你干什么？你让它认识认识我呀。我都没碰它。你说等你的就是肖像，什么都可厉害了。不许睡，不许睡，猫不许睡，不许睡，啊！睡了。河外的 CP， 他信任我。呀！我其实你说我是全能型，虽然我等我赞美，上课可以好，反正在学习。最近嗓子不好，就没有去上课了。对，就什么都好。没有，我就看。不是很好。
下限很高，想听我唱歌，可是我嗓子呼吸道感染了。这样说的我都不敢放歌了，不放了。谢谢啊，老师风暴的谢谢你们茶。嗯，我不好了。我一点都不好。我感觉我明天看了医生，他给我开的药，我两天就好了。只是我这一天乱吃药，吃不到点上，然后。你就这么期待别人打粉丝打电话给我吗？请问。拉拉的好不了。可以看看他以前的设计视频。其实我觉得。放宠爱。我觉得粉丝来听我唱歌，可能就是听的就是一个现场的感觉嘛，不然人家去听歌，那听原唱不好吗？原唱多好呀！谢谢黄金送的巧克力。嗯，我得赶紧吃药了，我要录歌了，我要录生日会的歌了，如果好不了的话，我知道。那吃不到点儿上，我想碰一下，我谁给你打个药能吃好呢？谁知道没有一个吃到点儿上吃那么多药。还买了那么多，还花钱。问一下你们知道七七在吗？七七是在电台还是在直播？他没有直播。你的世界，我现在感觉体力不够了，有点疯狂。好，现在学，感觉你们现在学乖了一样。谢谢大家的奶茶。作为一个 INFJ， 当你们说出这样话的话，我的心里只是想着，哈哈，我已经看穿你了。哦，好吧，相信了。我想逃开这幸福感觉。我买个椰子鸡，想吃椰子鸡，这几天吃了四顿三顿了，164克要等于82克，不会的。我就想现在吃啊！我你能不能不要尬呀？能不能说点真话？你这嘴里面就没有真话吗，比哥？小吃货呀，谢谢你这么评价我。买了三黄鸡，我已经点了，谁需要自己煮呢？你怎样对我，我就怎样对你。6.48什么意思？这个月我，哎呀，我没看懂，我以为我能存下点钱的。我写的什么样的？他并不是，我不贴。我就跟你说吧，你还没猜出来吗？6.36，我就喜欢吃东西，凭什么不能吃东西？
下个月吧。六加六等于十二。八多一百，不要白不要，不算。我觉得我这个月底花的不太节制，我就是我看了一下我的账单，我觉得我花钱的速度还有东西有点吓人，而且又没有干什么，就是感觉项目就是没了，这但我又没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就行。可都拿去吃东西了，吃一顿饭，哎呀，我的天哪！你们只要健康、开心，对，活着就行。那就是拍东西。你的心情？不配。这嘴上没点颜色，看着就是好像病了一样。没有错，就是哎呀，我觉得我可能这一个月花在吃上面可能只有四五位数吧。可能你没问我，谢谢哈贝送的电话。你帮我算，我都不知道我换哪。就比如我可能啊，这个会员我好喜欢，我就充了。我觉得你们的喜欢我已经很好了，我还感谢你们。还有塔罗牌，花了88块钱。我其实以前就是，我说加起来一共嘛。莫名的就是那种感觉，没有三位，三美女是几根棒，你头像真好看，已经不是我的一件了。啊，想起来了，那个喊我爹的呢，就是对粉丝的那种感觉，不是，就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的天哪，你们不懂。这叫什么积少成多？还有录视频，路费也很贵，北京打车很贵的。大朋友也这样，后来发现错了，就是根本做不到。粉丝对偶像的要求是偶像播营业变到火，有时候就忘了去算账，就没有 AA。我知道你这样想是对我好，为我好。不一样，你看你跟他就不是一样的粉丝，你是就是想让我火就行，但是他是希望就是我。谢谢小韩做的那个话。你说我可以坚持了，你看你这又是另一种心情了。你看，每个粉丝的那个小千做的奶茶，心情都不一样。不可以。也是日常。你这又是另一种说法了。每个人的我都是用高德的，我都是用高德搜的，要么就搜本地地图指南。就像我，我在广州也有坐过高，坐过地铁，在成都平常也是坐地铁，来北京之后就不怎么坐地铁。谢谢许可笑，谢谢胡图图。对，是找人编了舞。谢谢星河恋。那我还没见过睁着眼睛睡觉的呢。谢谢凯瑟玫瑰花。我最近不喜欢宠爱，我最近喜欢借过。我喜欢第一烧。我真的很无语、啊、他们天天放地上我都跟着唱了。我一直都以就是能给大家带来开心就是为我的宗旨，很少就是我很不想就是让你们不开心，但是天天放。为什么热爱这个节目？一开始我只是喜欢在舞台上的感觉，来点球的歌。在这里跟你们交流多了之后发现七七本来邀请我跳呢，我拒绝了。关心着，也很好。一旦。
本来不想出来，我到时候还不行。我刚才连歌，对呀、啊，因为我唱歌不好听，我怕体验不好。最近在看秒速五厘米，我打算跟黄岩石让他去跟我跳扑通扑通，软件没做好，音效不太好。给我拉着他去。哇塞，这个抖音上的礼物就跟不要钱一样，闲了才看，说的以前都不怎么敢看。那你以后不闲了，你还会看我吗？先努力就会得到肯定，肯定的。听歌就不用，关不掉。虽然我也这么认为，那你就想着吧。很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的。天生一对，对这个我们两个剧情设置挺好的。那肯定是有锅呀。三四天才会打开一次口袋，现在每天都打开。但其实你已经被关了好多。做梦吧。这些钱每天都在，两天。但是白熊被骗了之后，一定就在。外卖到了，但是你是会员呀，你进来我就知道。别在这儿跟我想，你进来我就知道，我每一个就进我房间的粉丝我都能看到，就是有提示的，或者说算了，晚点再去拿吧。你关了。报警处理。哎，关了那我就走。我要点一个水。既然可以关，好吧。不可以这样子。那我等会练完舞肯定想喝水啊。我也想问你，你这又不懂了。就是你们现在如果现在水都不好喝。如果我说不喝白开水。不不，我需要累一点。你来开奖吧，等晚点再点吧。你的真实身份来帮助我啊！我去考验一下你们，不会崩开的，就是皮我有把握的。太累了。等十二点后吧。心累。心累。今天太累了。不是你不会骂人咋的？不会骂人挺好的，我也不会骂人。什么关系的？大哥挺好的。哼，我还想早点睡觉呢。万一有一天，我也不知道。语言是有假期的，想有假期的人，怎么安排都会有假期的。可是我不想给我自己放假了。这真是太累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的事。不是闲不下来，是不能闲下来。
的，那你难道不烦恼吗？你没有烦恼的时候吗？没有小作文，滚！只是不知道，我觉得我最近可能比较心累，心累。加上今天其实真的不是很严重，但是看到那么多雪的时候，还是挺难过的。是不是，你服了。我只是直播放歌而已，我又没有说听歌解决烦恼。多喝点水，谢谢你啊。对，都是我自己弄的。谢谢，是美瞳，可以戴个眼镜。那是你吗？不是我，我没办法摆。我摆了，我来阳气会不干的。见不到，我说好像见过呀。我没有卷，今天。小吉，你别撩我，懂得懂得的话就行。对，因为化妆时间还吃饭的时候晚了。你没有搞不定的事情。你先说，怎么显得眼花了？对，是你。不，就可能有点疼。看着不用管我。你说像这种情绪，你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可能，一定要有一个原因。这是一个人的情绪表现而已。也不要来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回答不了你。相信我，只要不来问我就好。我不喜欢。你为什么？哼，我告诉你，我烦的时候我不想大家知道，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自己烦的事情，大家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分享出来？你分享给我，你有没有想过我也要烦恼？就想好一块巧克力，就好像巧克力。哼。我昨天下播之后跑下去跳舞了，跳到两点回来的。我是自己的指甲。哼，当你跳舞完舞之后，你就会很有成就感。有你特色，但是我昨天跳的不是。但是我不想告诉你们，不能告诉你们。对啊。我不矫情，我一点都不矫情，我很独立的。
就随风飘在一起，就这样落下去。如果我的世界一起刷刷新闪着风景，我以后也能独立的。我要让别人需要我，而不是我去需要别人。不要，不说无子。我要你们有一天需要我，而不是我需要你。需要。这跟正统有什么关系？我不是正统偶像，不要给我扣帽子！我跟你们说，喜欢一些迪克，你的未来呀。需要的，你们会需要的。被人需要的感觉很好的。活得下去吧。我需要你们呀，我需要你们，但是，这不难看。不是，我很高傲的。你需要我，我会很开心。但是我作为偶像，我需要你的时候，我需要粉丝的时候，粉丝不在的话，我会觉得很没面子。我就不会再需要。我就要独立。就是我 ，IP 本人。你猜、这感觉很奇怪呀、啊。你们没有理解到我的感觉，不是说 ATM。INFG 是个怎样的 ？INFG 是一个追求精神世界大于物质世界的人。我本来就容易想很多，我无时无刻在想，但我没有被海王想中啊。我昨天又测了，还是 ENFJ 点杠 T。 什么能让 INFJ 真正的开心？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觉得物质基础决定精神追求， INFJ 是极度追求精神世界的人，物质反倒成了精神层面的延伸物。那你就不知道了吧，人格可稀少了。我们会思考更多的围绕自身信念，精神依托。我需要精神依托。我要比起物质需求，我更需要一个精神依托。
这是真的。忘了叫什么了。不会着眼于自己自身的物质利益需求。会更加靠谱，所以我总是会高标准的要求我自己，甚至高标准的要求你们。但是得想开一点的，就是不是没就是不能太高标准了。我才没有要求你，很准。我最近在想通，就是，但是我的标准确实太高了。但是，就像我也不能满足别人的所有标准一样，我也不能要求别人来满足我的所有标准。只能管好自己就好了。没意义，那对每个人不一样啊。对，我尝试过去改变，但是我发现改变不了。像INFJ就是会在意别人看法，甚至把别人的需求看得比自己重要。往往有时候会忘了自己的事，而是更多的是在意别人的事。没有人可以改变我，可能。有的人想让我变甜，有的人天天上来说可不可以甜一下，有的人想让我怎样演，但是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对，就不。你想想，我不会。我拍这个好了。对，那就是潜移默化改变，就是真正的，那就是真爱了，那就是很能共情吧。大师。我还问我们三个，就这么特别年轻人特别多，我的天哪，不能想象。我都没有说。有酒窝吗？谢谢你，你是为数不多夸我有酒窝的人。我说是本心嘛，就是一个人的。哎呀，反正不是这种改，这种改变很正常了，随着环境会改变的。我说其他的。哪有？只是在这个节目里听说，但是不理解，就是二十多岁的。没事，别人看得起你的。你在干嘛？看我看不看行不重要。那你说谈恋爱也没钱？哦，阻止你谈恋爱，竟然是因为没有意义。嘴巴好干啊。我不是搞笑的，只是你自己给我安了这个标签而已。我喜欢稳定。我希望我的，包括我的事业还有各种各样都是稳定的。甜妹啊，谢谢。
然后而且我也不喜欢环境的突然改变，如果环境突然改变的话，我会很难去适应。送车，天哪，好多那种看起来很小的那种男生女生，都是年纪很小的，跟我们差不多呢。我都是看到这种，拿外卖算了。嗯，年轻人很多。是。被绿了。但是没有，我还是更喜欢以前。大家要知道，就是已经改变了呀，我离开了很多熟悉的人啊。不知不你不想改变，但其实不知不觉已经改变。有。你知道吗？一个小伙伴说，有个粉丝问他，就让他猜他多大了，他猜了一个30多岁，人家不开心了，哈哈哈哈，我笑死了，然后我，你知道我在旁边，你知道我在旁边说了一句什么？他不是30多岁吗？我又没见过你，我又没有见过你，我这是听你说话，给我一下子了，我是朋友打的吗？他是现场，你知道吗？哎，我笑死了。不是，他是，我是对他的那个说话我才我是猜的，因为他，我猜他就喜欢泰勒什么的，一直跟我说。我是想象。你有没有跟我说过你多大？我让他去带点力，这就已经遗忘了没有。哎，我跟你继续说到那个事情吧。哎，我就笑死了，就是他在坐着，然后有一个粉丝就跟他在问什么线下的，我也不知道他粉丝为什么要问让别人猜年纪，然后别人说他30多岁，他不开心了，他说我20多岁，然后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我表示很震惊，因为我以为他30多岁。可以去别的地址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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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送的叶蝶啊，我开心的给我笑的，就是送给米高的。反正我的叶子已经到了，叫到宝贝，叫到宝贝。那你看吧，我帮你挡住。我现在都已经会了，我经过了这件事情，不会。如果有人问我他多大了，我就说18岁。你只要有人问我多少岁。你们去小教室练吗？我等会也来。我们过山走。对，我们就过一下。啊，那我等吃完我再下去练吧。重新看了那个另外的练习，就是那个练习知识品，就是有点站错。为什么？就很简单，是很简单。走吧。又其他的这么开始。对啊，我吃水果，我是说话太干了，所以才这样了。在外面挂。你不会以为我吃外卖吧？我有蓝色的礼袋，快呢？怎么？咋这么短？咋这么长？今日服务能有多长的礼袋呀？有黑礼袋吗？好像有。或者你问一下啊，这个红衣。过几天还有用存吗？我要存着，我过几天要用。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意义。我就是发工资前一天用。
可能是个废片。这不是50块钱啊，20多。好的，你们相信它有意义就有意义。不是抱钢琴吧？暗示跳关不掉。不告诉你。我才不想发出来，我在干什么邀功呢？我要自己做好自己。期待是。什么关不掉？我都没爆批，怎么可能有关不掉？而且是有夜蝶了。我没说是过眼爆都没爆片，怎么可能？我也没说跳关不掉啊。我过段时间要开一个微博投票，就是可能是5月份吧，就是 MVP 的歌单，就是大家选，大家评论区点赞最高的一个，会选择他来跳。嫉妒啊，你这都3号了，怎么可能没？你们不知道微博都官宣了呀，我感觉我们不是在一个世界。对，单人曲不要 CP 曲。就是适合一个人跳的很多啊，比如16人也可以啊，16人也可以。你爬呀，怎么可能是用一个开玩笑的？反正我能认招，反正哪个点赞最高我就跳哪个。我这首歌是我让粉丝先选一首歌，然后其他的我自己再选。就你们自己在评论区里面输入想看我跳的，然后点赞量最高的那个就可以跳了呀。我看点赞量，不看权重，刷的不行啊。关不掉，只要投票上去了也能跳，毕竟我都是能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只要河内的有啊，就凭那种突然几百赞的就肯定是假的呀。我觉得我最多就是几十个赞这样子，我的数据是这样子。评论的话都可以啊，只是这首歌而已。你又没有，你又没法管到我怎么样去演绎这首歌。就内战的嘛，没有啊，这你们就不懂了，我就不跟你们说了。莫名其妙，还是先期待期待我生日公演吧。去年10月份选的曲，今年还没演呢。
第三次了呀。怎么，请问你是要过来给我拍全场 vlog 吗？期待的落空，期待期待。还好了，北京好多都开了，什么乐队啊，还有戏剧那些讲相声都开了，我都不知道。又要过，是还没有过。天气热了，应该是好多了。妈妈。小猫咪，六周年四月底啊，唉，本来公司还就是说争取巡演呢，看这疫情也没法去哪巡演了。小猫咪，顺利就好了。谢谢小黄鸡。重庆来广州巡演过了，我们就可能没什么机会去了，就是能看到火的盛贵就好了。重庆不是归广八管吗？我们应该是跟上海管。我们毕竟好久没有巡演过了，上一次巡演还是前辈比武林的时候，我还没参加过呢，就是不能打。我们是上八馆了，挺想去巡演。他们来广州的时候，我还没有进团。自愿去，对啊，但是公司也没让啊。到旅游时候，我旅游的时候去过。到时候再看嘛，我也不太清楚。对，但是九七出道了，没让去。交换，我没有交换，你交换。我们队没 P 五零，但是巡演嘛。难得，我也觉得，我都说了不要报销了，也不让去、啊，当时怎么想的嘛？我也想去，不过那个是我又不火、啊，去年三月上见我一次，刚出道，比武看比武林家守了三个小时，没人，直播间一个人都没有。我不然我现在也不火啊，那凭什么？真的吗？你刚出道的时候火，双胞胎嘛，歌很好呀。其实去排练去了。那也有可能有重复啊，僵尸粉这些。不要，你不在没有事，没有，我看你天天相机举得还挺好，高兴的呢，尬我是吧？我感觉，对，就是你刚出来的时候，大家粉丝都很多，像我刚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来看我，但是后面留下的 也就是几个人，慢慢的才去开始积累，就大家都是有一个新人的一个
一个期限。我感受不到我火，就是没有感觉自己像是什么名人一样。但那天我想那天去奥森路舞蹈的时候有被认出来，今天应该没有被认出来。抖音上看到我的推，那他们还以为是公司推的呢，那公司北巴怎么可能给我们推啊，还说捧不捧就别捧了，谁捧呀，这营销号天天赚钱的。因为出道之前拍了抖音啊，但真没感觉到自己很火。我腿上好像化脓了，但是不是脚后跟，是腿上，我不知道腿上怎么弄出来的。我要把它挤出来吗？只有一点点，这么小。拍抖音是我挺好的呀，真爱了，是腿，没什么好看的。我不知道，我等下再长一长吧，现在没毛上去，因为我摸这一块是肿的，这一大块是肿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抖音他们只是剪成了他们想看到的样子而已，真实的我不是那样的。他只能说就是跳舞应该不影响，但是碰到可能会有点痛，该不是吧。不会流吧，我之前膝盖摔得很严重，我之前直接膝盖跪在水泥地上，现在都恢复了，现在都完全是没有那个，都没有，看着根本都看不到伤疤这种，看吧。像前段时间生日公演练的时候，全都是那个轻的，但是它也会恢复的。看你，如果到时候你摔了之后，你没有及时处理，没有及时缝针的话，那肯定会留疤的。谢谢。不会想到星星送的奶茶，我大腿跟这里还有一个很白的像月牙的一个疤，那是我小学的时候不小心掉进那个什么下水道那个盖子那里给刮到了，然后很特别深，但是没有缝针，所以就留疤了。他没盖。小时候了，我已经忘了，真的美宝，你是打广告吗？请问你家是开美宝烫伤药的吗？被楼梯刮的好可，而且纸都可能会刮到，后面应该就没受什么伤了，我都忘记我受过什么伤了，但是受了伤之后确实挺影响情绪的，会觉得天哪，感觉整个世界都不好了。我想有疤，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只刮得很痛。你滚，唱歌是吧？买了一个除螨虫的，
我觉得我床上应该有螨虫，因为米糕老在我床上睡觉，是不是啊？你那我们这全是虫子，到时候。再藏一个，就是放在床垫下面，它就会帮我除了。米糕等过几天去带它洗澡去。需要晒的，我们没有晒，我们公司没有晒衣服的地方，只能用烘干机。什么叫幼稚？没有，没有，之前有，现在没有了。没有，哈哈，没有。我们这是一个园区啊，都公共的楼下。没有，之前是全部这栋楼全部是我们的可以晒，现在没法了，所以买了个烘干机。我都不知道现在怎么上去，走廊应该可，走廊，咱也没什么用。对。现在茶几在送荧光棒，走廊怎么可能有带阳？我们这个窗帘后面都不透光的，是墙壁。我之前的宿舍有光，烤一烤。完了，又到宝宝巴士。路那个露台，那又不是在中心那里。定打个洞。那下雨怎么办？下雨怎么办？我们结束了。已经到了，你叫他呀！我刚刚就跟他说了，刚下去就跟他说了。我问一下他。妈妈，我醉了，我又要下去了。为什么呀？因为我还有一个没用过。我刚才看见那个天窗，我挺想有，就是房子里面有天窗的感觉。对啊，奇怪的生物钟，我想睡在阁楼，阁楼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的小房间。秘密基地，没有住过阁楼呢？什么呀？我们家不是阁楼，这不是最高层。不，那种感觉就是你透开窗外，如果是落地窗的话更好。落地窗出去全很有安全感，就是这种小小的，太大了也不太好。别看我一天说，有天我不喜欢太大的房间。
我觉得我的以后的房间，等我有家以后有自己房子，我的房间有我这个，有我这个宿舍这么大就够了。但是我的衣帽间必须要很大，我要衣帽间比我的宿舍大两倍，放里面就好了呀。我不喜欢地下室，地下室太沉稳了，我喜欢高。你们见一个，你这么乖，你刚咱们的猫房。晚上怕鬼，你也怕鬼。我不要住地下室，我要住楼房、家庭医院。我才不想要别墅呢。公寓就够了，一个温馨的小房子，全是我喜欢的粉红色。我没有别墅，别尬我。海边别墅只适合度假。等我，然后我要度假的话，我就去住海景房。平时我就住小公寓。我去住到爱情公寓。对，请我的粉红色保时捷樱花粉。我喜欢酒店。酒店式公寓，我不喜欢坐小鞋。我喜欢酒店式公寓，就是有人帮我打扫啊，我不喜欢打扫房间。有铁不要。我要黄色系的短发，我说我们是情侣。有病吧！你这小学生放假了一天天。啊，喜欢诸葛大力，喜欢。今天吃饭走的时候，还有个男的还过来要我微信，他拍我肩膀，没有给。不喜欢。他那个，我觉得不太礼貌。对，不过是在走路的时候，也不知道。我买了干了呀，葛呀。女小布我也不喜欢。好好的也不喜欢，我不喜欢他的样子。我喜欢爱情公寓的那些男人我都不喜欢，但是他们很搞笑。我放个钉子在这里，拍全是血，我不知道。然后我那天怀西说以后不要加个双马尾坐在大街上了，不很危险。现在回来还有直播呢，金世佳。我还行吧，现实中的喜欢赵海棠。我就知道你们会喜欢美嘉，我估计你们没有人喜欢吴，我觉得你们男生应该没有人喜欢胡一菲吧。我太暴力了，我就是胡一菲这种搞笑的。婉瑜啊，婉瑜很好看。
太公主了，人家是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这个在一起的爱情机会，我很欣赏他。那本来现实中大部分都跟他们都不像的，像他们这样子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是有了点喜剧人喜剧元素而已，这两个世界的感觉。美嘉，我知道他卖爆米花的那时间，没有人天天这么闲还有钱的，也没有人，我觉得世界上应该不可能会有，就像美嘉和女乔这一对，于子乔他去外面沾花惹草，谈了不知道多少个女朋友，然后后面美嘉为他生了一个孩子，他就回心转意，忠诚不渝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不会存在。而且就算存在，我觉得女方应该也不能接受吧。但是他们好像气得融融的，这是现实啊。但是你单纯看去感觉还是挺好的，毕竟是官配。就是玩对女人就不一样，那这就说明他很厉害吗？他很，我觉得他要是真的喜欢的话，就应该拒绝跟别的女生有发生关系。太傻了。还有声音。我也不喜欢，本来就是贬义词了，但是有的人觉得与他为荣。好骗嘛，特别是后面还生孩子，我就是虽然有点毁三观，但是整体看还是挺甜的。主要是还有一幕我不能，就是明明已经怀了孩子，他们去，然后这也是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明明美嘉已经怀了孩子，他们去医院检查，看到那个医生太帅了，然后就假装自己没怀孕还要去约会，虽然逻辑真的说不通，但是还是挺搞笑的。不是啊，不是我想的多，是他本来就这么演的呀，你自己去看爱情公寓四，我前几天还在看呢。你别说雨墨了，雨墨现在在抖音上带货呢。对啊，我觉得两方都有问题，但美嘉看到那医生太帅了，就说就非要谎称他唐悠悠说他怀孕，他自己没怀孕，然后去跟人家看电影。我倒不觉得超级，我就看得开心就好了。对啊，利用这个角色。我知道他开了一间潮牌店，我本来还想支持一下的，我点进去看一下他的那衣服还挺便宜的，但发现没有适合我的衣服，我就走了。现实中肯定不行这样，惨不吧。胡一菲也带货了，李继明也带货啊，吕子乔也带货啊，陈赫早就开始带货了，只有王传君就是演那个日本人的那个，他去认真做演员。他不是前几天演了，过年时演了一部那个《奇迹笨小孩》，还演过《我不是药神》。然后像展博也是去专心做演员了，其他的我都不好说。我喜欢诸葛大力，我喜欢陈果，因为我是因为他写的文喜欢，他写的小作文很有深意。我为什么要带货啊？看别看谁，很敬业。对啊，不然他那个人设真的是太奇妙了。很认真，张伟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张伟挺搞笑的，就爱五开始，张伟戏份多了，因为陈赫他们都不在了，所以就说当时不被理解的东西，等时间能证明一切，现在大家都会能改变那些刻板印象的。
路上。挺好看的，从小学都开始看，看到现在还在看，很多东西都是。《洛洛历险记》好熟悉，退微博了。练，这首歌听完练，不看《武林外传》，我都是看《武媚娘传奇》的。干什么？谢谢谢谢偷偷送的夜蝶。我不想，不是，这是我们小学学的，我为什么不能念啊？偷偷呀，不就是乌龟的意思吗？偷偷，你也喜欢看这个，是不是很好看？就是你看得很爽，从最后一集第一集到最后一集特别爽，你看它上位是。二倍速看啊，或者看解说。然后就然后死掉去世了，然后就是无字碑，对，半闭眼的那个，我超喜欢看，吃饭的时候喜欢看，但现在好像不知道还有没有，不知道在哪看呢，但是在电视上没看到。李治廷演的那个，还有张杰，那什么，这不是，那是什么人家，张啥来着，我忘了，张慧，不对，徐，不对，我忘了，那个女二，不是，不是啊，对，张庭演了，张庭还有一个。张庭在里面演的可坏了，特别坏的女人。我觉得你赵丽颖演的宫，我看到宫，我没看到杨幂的宫，我看的是你是晴川嘛，我看我主要看第二集是那个袁姗姗演的宫锁珠帘。Win 了，怎么把天下是什么，青云志，还有楚乔传我也看了，根本就没有下一季，因为青云志同他们那个青年版是王源、王俊凯呀、燕天演的，王源演的是李易峰小时候。我忘了什么花千骨也看了，不懂，因为当时他们没怎么演过戏，所以很喜欢。我在，还有我们的少年时代，估计你们都没有看过，但我就很喜欢看那个薛之谦、李小璐、TFBOYS、张子枫，小学天天看的，打棒球。我还看《古剑奇谭》呢，还有《微微一笑很倾城》，都是我看完的。你不想看这个，我也不想看，我也不想看他和别人唱，所以我就弃剧。而且王源还是演了个校园剧，我喜欢。还有夏至未至，白敬亭，喜欢白敬亭。什么？不会真的有吻戏吧？真的假的啊？你不要骗我，我会三过的。真的吗？流星花园沈月版的看过，还英文地形，我不能难过一下吗？我小学喜欢的，对，肚子啊，谢谢小兰送你的。好好好，我不难过，我去跳舞了。不，一点都不郎才女貌，怎么可能郎才女貌呢？他值得更好的。
们不懂。谢谢小红说巧克力，谢谢梦梦的荧光棒。我没有破防，谢谢考生。不是配我，我没有说要跟他们的意思，我没有这个意思。哎呀，谢谢小谭送了37个荧光棒，谢谢。我没有说我自己，我只是说太早了，现在应该慢慢的。谢谢小谭送荧光棒，谢谢。算了，我不想跟你们多说了。哎呀。